主料：薏米200克，肉泥50克，洋葱半个，西红柿一个，蘑菇5朵。辅料：西兰花、大蒜2粒，番茄酱2勺，黑胡椒汁3勺，盐、糖、料酒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水烧开，放入薏米煮熟，捞出加点橄榄油拌下，蘑菇切片捉水，西兰花捉水，蒜切成末，番茄去皮切碎，洋葱切成小粒。热锅冷油放入蒜末爆香，接着加入肉泥和洋葱粒不断翻炒，加入番茄碎和蘑菇再次翻炒，然后加入番茄酱、黑胡椒汁、糖和料酒，加点水烧至汁稠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煮面的过程中可以添一到两层冷水，这样面才容易熟透的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